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。徒儿，女主说最近的诽谤和一些不实谣传之事，你师父已经知晓，你要坚信你师父是正的，这个法门也是正的，为师不能跟你说太多，送徒儿几个字，只待雪消尽，不日穿满园。你要记住，不管在什么时期，只要来人间弘法，必然要经历各种艰难阻碍，这也是对你师父的考验。他情愿来到人间弘法救人时，就已经有这种心理准备，知道来到五浊恶世弘法是怎样一番光景。感觉自己有受到这些恶气场影响的同修，可以针对此事念诵21或27遍心经，13或21遍大悲咒，就没事了。